今天的大盘收在9306点。现在的投资朋友想的是什么？你在害怕？股市当中，怕是因为你不了解，你不熟悉，你不能够掌握。所以很多的投资人在股市当中啊，低点的时候他很害怕，他怕买了继续破底；高点的时候他也很害怕，他怕买了就追高，当最后一只的 Mickey Mouse， 或者是他怕他的股票又卖掉又继续创新高，他怕赚不够多，他永远都在怕。而这样子具备这样子特性的投资朋友，往往是涵盖的大多数的人。所以我在每天的节目当中，能够帮助给各位，甚至教导给各位的，就是让你不再害怕，让你安心，就这么简单。礼拜一的时候，当天的大盘连续两根黑 K 棒，很多的人开始看跌说跌，告诉你大盘又要回档了，股票要先卖，手要绑起来，脚也要绑起来。我不知道，我说在这个地方绝对不是做多，就是看空嘛。我告诉你，我是做多的，我8230以来带你一路做多，没错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做多的理由是什么？因为我很了解，因为我非常熟悉，因为我可以带各位掌控。我告诉你，我做多的标的有几个人，筹码的分布，这是六月最新的筹码个股。当天我甚至特别讲，我说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叫你去放空，叫你去融券卖出的，他是在带您去做赌博的动作，我说请千万不要去放空。礼拜一到今天短短5天的时间，六月筹码又涨了，半元修道半元君，老师的心还是系在各位的身上的。我常想一个问题啊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了，你存怎样的善心，做怎样的善事，自然而然会有好事发生的。今天星象完成了一个台北股市没有任何一档股票能够完成的任务，在这过去1个月又7天的时间，它涨了1倍，它翻倍了。1个月又1个礼拜以前，你买到的是星象，在今天你的 asset 叫做 double， 你买100万。你赚100万，你买1000万，你赚1000万，你买1亿，你赚1亿。这是全市场最优秀的分析师能够带给各位的。六月索马的到底是哪一档股票？等一下来跟各位揭牌的。7月索马，今天猜谜就送。至于猜什么样的谜题，因为我怕等一下电话太多，所以我先跟各位做分享。你如果知道的这7个字，你可以打电话了。猜谜送索马，世界最幸福的职业伤害是什么？现在世界杯正在开踢嘛，好，比如说你踢足球，职业伤害会什么？膝盖嘛，因为每天90分钟你一定要跑来跑去，平常练习也要跑来跑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职业伤害可能是膝盖。我前两天跟我大学同学在吃饭的时候，好久的大学同学，我跟他吃饭的时候，有聊到他的房贷的问题啊。我说你一个月赚120万，算不少了。我说你一个月赚120万，你还有什么房贷的问题？他说啊，你不知道，牙医师的职业伤害很多的，每天要接触这些化学的填补药剂。然后在磨粉的时候，可能空中还有粉尘的问题。他说，所以很多的牙医是会有肺部方面的疾病的问题。说真的，他没讲我也不知道哦，原来牙医师也有职业伤害啊。
但是我说职业伤害不一定是不好的了。世界上最幸福的职业伤害，提示给各位七个字：如果你赚到了智威，从头赚到尾；如果你赚到了星象，买进加码会怎么样？数钱数到，啊，什么超劲？就猜这七个字。至于要送各位的是哪一档股票，等一下会让你来看呢、啊。我不会只叫你猜啦，然后看礼拜一哪一档涨停，跟你说，你看我送的就是那一档，不做这种事的。我都跟你讲，线图都拿给你看，你也可以事后去查证看看，看我所讲的是不是跟现实的状况一模一样。等一下让各位看。哦，最近天气多变化，大家冷气不要开太强，好不好？全国唯一的真实个股操作是来自于哪里？各位，你只会在我节目上看到这几个字啊。什么叫全国唯一？可能各位看遍全市场的投资节目，都告诉你，每次看到一档股票大涨了，他会告诉你，他没有买的股票他不会讲。他没有带会员做的股票，他不会讲。他的会员有赚到，他的家族成员有赚到。你永远，你一般来讲，95%的时间，你都在听这样子的字眼。但是我可以跟你讲，这样子的字眼，是在跟你玩文字游戏，因为他可以创造一种会费很高的会员，完全没有人，那个层级完全没有人，一天买100档股票。然后跟你讲他会员有赚钱，那假的。真实个股三大保证，讲过很多遍，不说了。5263的智威，全国会员做见证，从当初260、270、280，我有没有带你疯狂加码4次？我在节目讲的跟我做的有没有一模一样？4个月的时间，智威狂飙了400块，涨了152%。这 N 只的涨停板，你有没有从头赚到尾？有的，这才是真的。我讲的都是全国所有会员买进加码了快9遍。数钱数到手抽筋啊，这就是我说最幸福的职业伤害啊！你能够数钱数到手抽筋，我认为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，非常幸福的事情。千万不要去买点钞机，好吗？全国唯一啊，5263智威。今天跟硕和的距离又更拉近了。今天的硕和收盘价在618块，差13块，好吗？智威每天都讲，我今天也不花太多时间。为什么我跟各位预告，从2012年的生技元年，从我能够带领全国所有会员3176的基亚创造最棒的获利，今年我告诉你，会是游戏元年，会是手机游戏的元年。关于为什么我看好今年是游戏元年，最大的原因都跟各位报告过了。3293的星象，我不会等到什么5根涨停、10根涨停才来跟你开牌啦。有本事你知道他3个人买了3000多张，你应该让大家赚嘛。这又不是没有成交量的股票，这开超级大门的股票、欸、各位。没错吧，没错吧，没错吧，没错吧。几点几分获利出清？全国所有会员，很多人是看到星象涨停板，哎，突然星象就跑出来了，啊，只要一跌又讲别的股票了。你真的赚得到钱吗？有没有？
只要游戏股一跌，大家都在讲生技，我又买给你看，为什么我要这么累啊？为什么我要买这么多趟的心象？为什么要帮各位做这么多趟的价差？我要确保任何时间点你来找我的，你绝对跟我赚心象。我想法就这么单纯而已。重点是啊，星象在一个月的时间涨到了161.5，11根的涨停板，跌下来的时候，我还跟各位讲，买点到了，我买给你看。全国这么多人在讲星象，奇怪，86的时候大家弃之如敝屣啊，涨到了150、160，哦，每一个人都有星象。哪一个人敢请全国会员做见证？哪一个人敢在星象跌下来的时候跟你讲买点到了？隔天还有更低啊！隔天还有144块，收盘收在149.5，又大涨。哦，这一天，各位你还记得吗？昨天多少人又在讲星象了？只要跌，没问到的事情，玩躲猫猫捉迷藏；只要涨，哦，又来了，每一个人又有星象了，习惯就好了。你真的了解一档股票，这是成交量8000多张、十几亿的股票，欸，你为什么不带全国会员来做重压呢？这很直接的一个问题嘛，不是吗？为什么永远你都只敢讲会员有赚，没做的你不会讲？为什么你都不敢带全国会员来做见证呢？只有请全国会员做见证，这才是真的了。今天6月27号，星象来到了172元，各位注意啊，172元刚刚好。1%都不差，100个百分点。我们没有卖最高，卖在这边，全国会员对时对价，分时分批分价，获利出清，一张不留。全国所有会员，5月20号紫衣母贵在这边，几个人买了几张，也跟各位报告过了。所以各位可以发觉到，我希望当我在数这些涨停的时候，你都是跟我在一起的。这个礼拜我还特地赠送给各位这份资料，已经送完了，你不要打电话来拿了。连六月索马的个股我都送给你了，哪一档？有拿到资料的，帮我做一下见证。8033，雷虎，6个人，9204张。看一下好不好？没错吧？这是你礼拜一看到的吧？我还邀约各位了2天，我说你都还来得及，礼拜一、礼拜二。8033雷虎，全国会员做见证，对时对价。这一张图你有看过吧？6年的大底，过去4个月完全没涨，6个人买了9204张，再买，穿价。没错吧？今天的雷虎又大涨，我相信啊，这份资料送的人数已经创下了记录了。每一个人，你不
你没有得选了，各位，就这三档股票，不是智威就是星象，啊，不就是雷虎，你没通算了呢。我相信大家都赚到了啦，不可能没赚到嘛。你拿到的时候，雷虎隔天还跌嘞，你拿到当天它还跌嘞，不是吗？那你说老师六月首码的雷虎也上去了，老观众应该知道哪一档啊？之前还带你卖在这边哦，几根涨停我就不数了，跌下来。有人在下跌的时候买了几张，给你上这支了，七月锁码华人首富，好吗？猜什么？世界最幸福的职业伤害，告诉各位四个字了，数钱数到，哦，后面三个字自己猜，好吗？进个广告。你我心中都有一条跑道 ，Check in 心中的航线，在梦想的跑道向前滑行，逆风飞翔，发动引擎，让台湾再次起飞。桃园，台湾的引擎 ，Take off 桃园航空城。智威系列称霸全国。5263的智威四个月的时间狂飙了400块钱，153个百分点。3293小智威星象，短短一个月又一个礼拜，5个礼拜的时间到今天狂飙了100%，获利出清。猜七个字，职业伤害。或许对你们来说，这只是一个不可置信的故事。已经是人生中一个想甩却甩不掉的部分。股市中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？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致富之门为谁而开？华冠投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。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，金钱不是凭空而降，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。华冠投顾冠领群雄，带领着真诚、专业、精进的团队，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。相信专业，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股市中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？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；嘴气疼，请用气疼五分钟。五分钟尽够好。爸爸，欧派气密窗，专利富文式导快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欧派气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白用。不管是做短线的股票、长线的股票，老师会都帮各位分得非常非常的清楚。刚才没时间跟各位讲到，昨天买进6282的康舒，因为我掌握了第一手的产业的资讯啊，人家要买几张我都知道了。全国会员对一下时间、对一下价钱，不多啦，大概3%多而已。
今天的康叔总共赚了大概4%多，早上市价获利出清，都市价了，恭喜全国所有会员。尾盘还拉高，尾盘甚至收在比较高，收在42.25，我们卖在大概41.9左右，哦，还卖比较低，就是这样啊。我那走，我得让他讲啊。全国会员，你看我做的跟我讲的有没有一模一样？我有没有带你真的做到集中火力？不是乱枪打鸟，不是号称单股，然后100个会员买100档，不是。我全国所有会员就这么几档股票，今天星象也获利出清，康叔也获利出清，所以才能带你买7月索马的股票。先看一下6月索马吧，8033的雷虎今天又创新高。各位，我礼拜一跟你报告雷虎的时候在哪里？在家呢。啊，上足疗行在家呢，你隔天可以买在这里呢。没错吧？礼拜三送资料给你嘛，礼拜一、礼拜二邀约你嘛。我说这是一档跌了4个月的股票啊，4个月都没去啦。我不会等到股票涨什么5根、10根涨停板才来跟你做开牌啦。我第一句就跟你讲啊呢，真的啦。没错吧？全国会员做一下见证好吗 ？Harrisay 的合作独占大中华地区了，中国、澳门、香港，多少的商机？1.4兆。我算在1.4兆商机当中啊，我算他吃到5%好不好？5%就好了。我没有说他 EPS 会到这么高哦，我说如果他吃到 5% 的市场就好。人家 Henry's 也是全球最大的通路公司了，一财通路公司了。高下有赶快吧，没错吧？他说他已经涨了 15% 了。今天送你最新的世界最幸福的职业伤害。当你智威4个月赚了400块，当你的星象1个月多1个礼拜的时间赚了100个百分点，请问你会怎么样？你会有怎么样的职业伤害？你若钱太多的时候，你会有什么职业伤害？数钱数到怎样？7个字了，好不好？数钱数到。哦，还差3个字，好吗？啊，就上去机了，我不会跟你张冠李戴了。线图都事先都拿给你看的了，1200张了。你买的价格比他们还低了，这样有没有买在底部？有啦。华人首富，你买在底部，哎、欸，还有押韵呢，好不好？最新索码，华人首富，7月份的啦，好不好？所以让你猜7个字啦，世界最幸福的职业伤害。OK， 钻石线上实在赚幸福，真金不怕火炼，实力不怕考验，绩效更不怕各位的检验。恭喜大家，今天星象获利出清了。想想去哪里花钱吧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往主一点，我掌握多元的就业市场讯息，找到无限的机会。
之前找工作没头绪，拨了这支24小时免付费电话，就有专人服务。通过线上推演及评量，我更了解自己的能力，以及如何将工作和兴趣做结合。踏入社会需要更多的资讯及准备。善用就业资源，找出人生方向。志威星象赚完之后，钱多到让你数钱数到怎样？世界最幸福的职业伤害，猜七个字，送各位。七月份即将来到的此时此刻，最新索马华人首富，让您买在底部哦，共襄盛举，欢迎啊。那如果之前有来索取过天上人间的好朋友，也把这个机会留给别人好不好？因为雷虎赚够多了啦，哦，所以留给新的好朋友。市中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？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致富之门为谁而开？华冠投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。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，金钱不是凭空而降，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。华冠投顾冠领群雄，带领着真诚、专业、精进的团队，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。相信专业，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小玉，要不要出去玩？小丸子不行耶，我要照顾爸爸。我爸爸工作发生意外受伤，老板又没有提供劳保，没钱付医药费，老板还把我爸爸解雇，我该怎么办？赶快去找法律扶助基金会，有律师会帮你解决问题。全国预约专线02-6632-8282，法律扶助，安心扶助，司法院关心您。森田药妆高纯度玻尿酸面膜。森田药妆。今天要讲的主题是现在时下最夯的自行车，你知道吗？骑自行车可以使用手